China plans to complete the in-orbit construction of its space station by the end of 2022. Its cargo spacecraft Tianzhou-4 is delivering supplies for the space station. 这次呢，天舟四号呢，实际上是空间站进入建造阶段的首发货运飞船，也是首发飞行器。空间站的建在轨建造呢，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。那么，整个空间站的建造呢，实际上它涉及到多项的这个手段技术，比如说进行交互对接，那么就可以，实现空间站与不同功能啊、不同用途的舱段呢进行对接，实现空间站的舱段的扩展功能的增加。